你吗？可以使用这个吗？当时这几天刚到手的三倍券，民众迫不及待飞奔彩券行要试试手气。想说拿刚好有三倍券就拿来买这个，他能不能买个人参？三倍券不止可以买公益彩券，部分店家也同意找零，甚至希望店家拿三倍券当零钱找回也没问题。我理财奖金2.8亿，今年最高吸引不少民众拿着三倍券来买。如果是拿500元面额的话，买300元店家会找你200元纸券。找三倍券，我们。没有说不行。威力彩从2月中旬以来，头奖已经连续4、5期共估创下第三场连杠纪录，头奖跟伤害2.8亿是目前第四高的奖金，只差不到3亿就可以挑战史上第三高，仅次于2015年的30亿及同年创下的28亿纪录。每一天都有最少有5组来集资，最高到50000块。久违的21头奖让人好心动，不止下注人数多，买气抢抢棍，业绩暴增50%，也带动集资包牌热，包牌的民众也多了20%，三倍券更带动销量，约4%的营业额来自三倍券。虽然一券在手，希望无穷，不过也提醒民众要看手气，也要赌运气。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如果还想用三倍券 all in，最好还是先想想。记者张兆鹏、邱雨婷台北采访报道。